好，这边回到比赛当中吧，我们来看比赛。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KT Roster 战队的 KT 最后的希望 Minsk， 是出现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。哟 ，Minsk 这个键盘有点骚嘛，八人这个越来越骚了。而八人现在已经视他为兄弟了，是吗？各种在言论中狂顶他。这样来的，就比如说像这场比赛，理论上呢，八人作为一个重组，他应该顶李洛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他现在肯定在不停的顶自己的他号称的三弟，啊，就长得像他，对吧？对的，确实长得很像。八人上次去韩国，不知道有没有认个亲呢？哎呀，马都被打了，怎么认呢？哎，就不要管了，去认个亲。反正看看开局吧。芬兰诸葛亮，我想起这个选手了啊，芬兰诸葛亮。诸葛亮这那个也要去打的呀 ，Dreamhacker 猛的要死。诸葛亮什么比赛都打的好吗？哎，这次如果有他的比赛，我们回头看一下。看能不能碰到，对吧？看他长什么样。据说这个诸葛亮啊，跟兵哥关系有点好，是吗？他们两个还一起解说过比赛的，都是中文爱好者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两个还一起解说过比赛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前途，这哥们儿有前途。诸葛亮，好，李洛克裸三，裸三对裸双 BF， 那也是差不多吧。微转，微转。这个图呢，裸三虽然你可能在经济上是有优势的，但是呢，由于这张地图是超级大后期图，前期占的一些便宜往往不能决定胜负。对，李洛克用飞龙用的蛮好的，我觉得他这个图啊，打飞龙换家算。嗯，他飞龙其实是用的相当好，包括他的ZVT 里面，他的飞龙也是用的相当不错。对。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埋地毒爆生效，就是因为他的飞龙牵制的好。对，他飞龙搞你搞就搞着，然后你节奏乱了冲出去就死了。嗯，双方是上下零点，这个点位对于神族来讲呢也比较不错，压制很方便。嗯， MUNSK 整个打法呢非常的稳，我们看他这个打法除了喜欢出凤凰以外，其实他是一个很稳的选手，不是很偷。嗯，就是我作为一个神族，我感觉像这样的神族一般都是不偷的，比如像这样地图他愿意裸双先 BF， 其实就说明他的骨子里是一个比较稳的人。嗯，很稳重啊，跟八人这个他二哥比起来简直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性格。是，这很正常，这有时候这种多胞胎啊是这样的。嗯，他们大哥是谁啊？不知道。他们大哥难道他们想的就是杰东？哼，八人隐隐约就把自己长相跟杰栋靠近了一步，八人还觉得助卵像杰栋。是呀，我们这样黑他好不好？啊，没关系的，他黑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你以为你不黑他，他就会说你好吗？那倒也是哈。是呀，反正从立场上他已经跟我作为敌人了。嗯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搭档，你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算在我头上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嗯，有这回事吗？有啊，我靠，我也帮你背过很多歌那个锅的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你上次这个跟同行膈应了一下，别人都算我头上的呀。我膈应哪个同行啊？哎，你上次是膈应了别人同行呀，什么小学生的事情，别人膈应我好吗？哎呀，反正最后我跟别人吵架，我说我又没得罪过你，你干嘛来喷我了？然后别人说上次就爱黑我怎么怎么的怎么怎么，哎，我想关我屁事啊，我说就爱黑你关我什么事了？最后是不是你骂人了？是不是跟我没关系？对啊，最后我忍不住了跟他吵起来。这时候有时候乱放枪啊是有可能会误中。对啊，我想我莫名其妙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
很多误会。你看这个锅我就帮你背掉了。嗯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够黑的，背背黑锅也无所谓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现在骂八人，大家记住啊，八人，就会骂的你啊。啊。该怎么黑就怎么黑。结果他最后把账算在九幺头上，你想想1.163.com 是不是每次都黑九幺？是呀，可以的，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为非作歹，对吧？欺负小学生的事情，都是一个叫做孙一峰 F 九幺的人做的。是的，对，账就记他身上就好了。嗯，没错。嗯，什么天地上拍人基地啊，什么砸矿炉啊，甩太阳拳啊，都是 F 九幺干的。还什么言语侮辱啊？啊，欺负小姑娘啊？啊。欺行霸市，调戏良家妇女。嗯，要小李直接把四弟弟开在这个地方，他可能有点忌惮这个凤凰到处搞。嗯，但这个小李的军坦铺的比较一般啊，没怎么铺就。这个神族如果是压制的话，啊、他爆狗那也还行，他爆狗去压对手三矿。嗯，他不要你开，我就问你稳不稳？你看他这个开荒方式是不是最稳的那种？操不出。哎，他这种开矿，你作为虫族是不是也没什么好说？哎，他换了两个农民，换错了，换错了，按错了。你说，如果你是虫族，你看到神族这样开矿，你是不是也没什么话好说？我啊，嗯，你开好了呀？他都这样报那个暴兵来开矿了，我觉得也算了呀，只能说算了呀，嗯、这种还怎么办吗？这张图这么远，你也不好说你弄个什么，弄个什么蟑螂什么的去弄它，对吧？嗯。好，家里面转 VC、VS、VR， 居然没有下 VB， 而是下 VC。这个 VC 是解锁攻防的吧？我感觉。VC 啊。嗯。不见得哦。凤翼天翔不是可以走这个？啊，对对对，可以天地守护。VC 提供，他可能是上一盘他看了这个李洛克的打法，嗯，他觉得先提速差可能比较好。对，对手喜欢爆刺蛇，对吧？哎，先提速差。我先用凤凰勾引他出刺蛇，然后一波提速差。哎，这个不是星期一的打法？但对手直接出了宿主，这怎么办？这没关系，他还出了巨响，幸好出了巨响。嗯。他出去像闪追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图其实宿主啊不是很好用、嗯，太大了，对的，真不是那么好用。嗯，好，插在这边各种插插插插。多线搞啊，李洛克被搞得有点伤哦。两线这边弄得有点烦，如果对手其实在这个地方肯刷叉的话呢，说不定他这个基地都掉了。哎呀，对手也没想到他防成这样呀。试探了一下，哎，怎么感觉到处都是漏洞？那能不能发现对手出宿主呢？发现了。不，这李洛克上来就准备勾是什么意思吗？觉悟呀。他上来就开始抱女皇，然后开始勾了。我们可以吃饭的呀。我已经吃完了。已经吃完了，是的呀。那要不你先解说着，我吃饭去了。好的呀，你先去啊。好，这边缪斯克已经下了双 VS VF， 准备跟对手打空军了。把这种上来就勾的，我真的有点无语。小李也是直接是造了一大波的腐化来强抢制空，他需要用腐化来掩护自己的宿主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他的宿主很危险，嗯，容易被搞。凤凰多了的话呢，抬宿主其实也很快的。虫族农民补的很多，76个。嗯，家里面开第五片分矿。好了好了，目前为止运营上面来讲，大家半斤对八两。好了好了，我吃饭去了，我先去吃个饭。你先说着，你先说，我吃口饭就回来。现在缪斯克在各种多线乱搞，但是他如果没有四基地的话呢，这波差其实送的还是有点伤的。
这个神族啊，要想能够无节操的各种送狂战士，一定要有四矿的经济做支持。这张地图呢，钱呢是送得起的，因为矿啊，实话说，就算打泉水沟也不一定能开得完啊。大部分情况下是开不完，当然碰到少数那种打七个小时的除外，一般情况下是开不完的这些矿。所以说呢，你送一点，只要你能控制住比赛局势就可以。NEOTV也是在撬对手后门，打算各种多线，其实就是抓对手这个宿主啊，防守多线的能力较差的这一点。现在 NEOTV 这个小李必须要有很多的机动部队，但是他现在有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他的机动部队都是狗，都是狗的话呢，他打不过对手的这个狂战士，他需要弄点蟑螂。我们说过要弄个大概二三十人口的蟑螂，十个左右啊，你要能够解决掉对手这个多线才行。他这样一直舔狗的话呢，虽然确实省气啊，这个气是很省的，但是这个有很有可能会有一波突然间发现打不过，尤其是对手加一些什么引刀啊什么之类的东西，或者是插卡到一个好位置，都可能让他瞬间感觉就是打不过了。一旦是打不过，出现了一个防守缺口的话呢，在这种防守局面下可能会连掉两三个基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越打到后期啊，这个插的这个攻击就越高，因为有攻防支持嘛，你的地堡什么相对作用也更小一点。里面是五个女王，她还强插基地，你就不要骗自己啊！头有点铁啊。MUSIC 家里面又在转风暴战舰。MUSIC 这个选手，我们是看出了很喜欢用空军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用空军的选手。黄金舰队啊，喜欢出空军的神族选手呢。这个打后期的能力啊都很有自信，因为空军总是要憋到一个后期，要跟对手打兵种组合啊，这个对于自己的运营和正面都很有自信。家里面连母舰都已经有了，准备出引刀，他也是感觉到小李这个防守啊，多线防守上面有些拖大啊，看看能不能用引刀能占到便宜。小李我们看到这边好像是没有防控，引刀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能消掉一两个基地，而且引刀还有个作用就是控制对手在外面，像比如说像右上角这个基地是非常方便的事情，你很难做到说到处都有眼虫把这个引刀全部排掉啊，可以做到但是很麻烦，如果你去分心思做这些的话，你可能正面会被对手打到。家里面放下第三个 VS 爆空军爆到底，这个情不自禁的让我想起刚才对范太子的这个比赛，有时候啊你觉得风暴这个兵种啊不强啊，但是风暴成了规模以后，它主要是射程远了，它有消耗的能力啊，就比如说像坦克其实呢实话说这个 DPS 也不高对吧，但是多了以后它架在一些合适的地方，因为子弹不要钱啊，它不停地蹭你对吧，这个风暴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虽然 DPS 不高，但是当你没有跟它进行正面接触的时候啊，诶它就不停在那边瞟你，嫖一个你死一个，嫖一个你死一个，这个就等于是神族的泉水沟，你拿他没办法，很尴尬啊。这个如果哪一天啊，星际二这个游戏啊，它子弹要是要钱了啊，有很多战士就会被极大的削弱。比如说像这个修地堡啊，如果这个子弹要钱，这个修地堡可能战术就不强了。比如说像这种什么宿主啊，像这什么。风暴战舰啊，这些兵种啊，都会得到极大的削弱啊。它应该设计成跟这个金甲虫一样，造一个子弹15块钱，哎，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？你舍不舍得打我？虽然我星际玩的很少，但是还是玩过一点。以前我玩这个神族的时候啊，我用那个金甲虫去拆别人基地，拆完以后发现自己没钱了，就很伤。你想这个在。现实战斗中啊，这个子弹这种补给啊也是要钱的对吧，你不可能无限开火各种白打，所以说子弹要钱啊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，非常的合理。好，这腐化是解决到对手这个棱镜，但是基地还是掉了，这个棱镜啊和这一波差已经是功这个叫功成名就啊，
起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作用，很好，很合理。两边还在僵持，神族始终是保持着一个机动人口的空缺。这边小李是围着基地插了一圈的地堡啊，他要把这个基地啊围起来，不让对手狂战士这个插有机会围住基地硬插。但是你自己采矿也不方便，交矿也不方便。好，又来空投不朽，这个时候他其实是逐渐的把这个人口换掉，因为打到这个局面啊，像这什么哨兵啊、不朽啊，面对对手这种终极兵种组合，大龙，还有这个感染，对吧？还有一些这个宿主什么的都没什么用。好，不朽在那边偷飞龙塔，这些都不重要啊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这飞龙塔也没在升攻防，不重要，都不重要。现在这些啊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正面的这一波接触。虫族理论上来讲有一次买活的机会，但是它是有隐患的，就是它的气啊非常的少，它这个买活啊至少要有3000多的气。这边小李是寻求正面交战的机会。神族理论上来讲啊，在这个时间点啊，应该是避免跟对手进行正面的接触，绕着打，因为你这个兵种组合他已经定死了，你在短期内正面你不太可能有转型的空间，而且呢机动性很差，你也没有什么机动部队，对吧？我就给你打多线，你就拿我没办法。这边好像是没什么机会的。神族家里面在升级一盾和空军的一防，空军三攻好像都已经升级好了，还有两 VR 可以时刻准备转狙向。小李如果正面抓不住对手的话，这样耗下去啊，其实是很难办的。神族，哎，他这个五矿怎么会开在这边呢？如果我是神族的话，我会把五矿横着开出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离对手越远啊越好。现在虫族其实呢，就算他搞一点献出一点蟑螂来弄这个神族的分基地，我也有像引刀这样的很性价比很高的单防兵种，直接防住对手的一个骚扰。如果我是他，我就把基地开到右下角去，你到底飞不飞过去搞，你飞过去我就跟你换家，对吧？想好了就你出门我就换家。神族现在必须跟虫族要这样打，正面打起来的话还是有点虚的。正面打主要是你不敢保证你能获胜啊，你如果选择换家，其实在这个时候神族我觉得是可以换家成功的话应该是有优势的。神族这个兵种组合不怕给你换家，哎，神族还有母舰核心，对吧？那是打不过我就飞走，前提是不被这个腐化给强点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 MuNgSiK 放下自己的第四个 VS， 补了大量的兵，他就已经在为超级大后期啊做准备了，啊，他就想，万一你有买活的机会啊，我也有买活的机会。我们看到现在小李啊，终于是存了一大波气，这个气很重要，这个气啊，其实就是他的真正的买活的资本，钱在这个时候啊，反而是不那么重要。好，放了一个头盔。现在神族就在不停的观察着虫族的兵种组合，根据对手的兵种组合做出自己的一个应变。因为神族在这个时候转型的这个空间啊，没有虫族那么方便，因为不管怎么转啊，你还是要科技建筑来转。当然了，现在打到这个局面，其实比如说像要转空军或者怎么样，它 VS 也很多，对吧？然后兵也很多，这个来回转呢也并不是那么的麻烦。但他肯定没有虫族转得快。小李呢，有可能是打好这个什么算盘，就是这波打完以后转一大波飞龙，跟节奏那个打法是一样的。这是虫族在一个大后期，在大规模交战结束以后啊，最好的一个转型之一。不能说它一定是最好，但是我感觉是比较全面的一种买活方式。而这个买活呢，可以快速的生效，还有封扇对手出兵点，就如果你打赢了，可以立刻封锁对手出兵点，这个还挺重要的。
选一个能够封锁对手出兵点的一个兵种啊，就是可以扩大你的优势，变成盛世。虫族现在也是无脑的往右上角扩张，大家都各种在变啊。这场比赛啊，打到这个局面啊，目前来看还可能要打五六分钟以上，最少五六分钟。但是只要神族正面不跟虫族打，虫族就没有办法。那主动权可以是说是在神族手里面。现在是开始从神族开始扩张右下角。小李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想通了，他把一部分的人口腾出来转成一个机动部队，保持对神族的一个骚扰牵制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你光是这个兵种组合，虽然你正面可能很厉害，但是你完全限制不住对手扩张的话呢，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杀了对手再多的单位啊，对手只要经济好，他可以造出更多的单位，限制经济。后期呢，虽然这个双方可能都会有大几千块钱存款，但是其实要花起来也很快的。有时候啊，这个当自己的存款多的时候啊，你在经济方面这根弦啊就会麻痹大意。麻痹大意的情况下呢，就会导致什么呢？就是突然间有一波没打过，然后一下把钱花完了，结果还是没打过，然后一下就没收入，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。而且呢，越是打到大后期啊，越是要把人口腾出来，就是控制自己农民数量。我们看到两边都在控制自己农民数量，控到50个左右，甚至等会儿控到40个左右。通过控制农民数量，增强自己在部队的作战人口的一个数量，他要把这个比例啊提上去。你不能说200人口一半人口在挖矿，对吧？这个作战人口质量就比较低。好，现在神族选择从这个地方捅掉虫族基地，看一下小李怎么应对。小李这边腐化和感染都被限制得很厉害，家里面这个基地啊又要被插掉了，三基地三本要被插掉。神族现在有母舰隐形啊，这个小李好像确实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腐化选择先过来打掉棱镜，那也是都在缪斯克的眼中啊。缪斯克现在已经把矿开到了3点钟的位置，这很奔放。这个地方小李恐怕没想到。好，又继续的上偷窥，这个技能可以很好的洞悉虫族主力部队的动向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感染虫在这边啊，不对，这是闪电啊，闪电在这边是准备提前释放技能，视野非常重要。虫族在重新升级自己的二本，但是这个基地的位置其实也是岌岌可危。缪斯克在这个时候啊，感觉啊自己还是有些优势的，因为他现在限制了虫族基地。我们看到虫族现在实质上啊只有两片半矿在采，他自己的三矿应该已经快要采干。而神族这边的扩张，虫族目前来讲是好像限制不住，光靠这波狗啊有点难。有狗抓到几个白球，但是当白球变身成白富美的时候啊，这个小狗啊一下就现了原形啊，各种跪舔。虫族还有一大波买活的钱，我们看到他升级了精神控制，精神控制想用精神控制来打吗？其实现在精神控制的射程呢还是比较近的，这个技能已经不太实用了，用嘛还是有用的，但是你如果指望这个技能来救场的话是没什么用的。好，风暴继续在边缘各种占一些小便宜。这边地堡挺多，但是狗啊更多。这个基地如果他不刷兵是肯定守不住，他现在200人口也刷不了兵。要么缪斯克 A 一波。好，闪电，哎呦，都电中了腐化，这腐化不敢硬来了。这个基地是掉了。就为什么不舍得多放点地堡呢？他也跟虫族一样，这个绕着基地放一圈啊。现在神族要想再憋出一波这个级别人口的这个候补部队啊，我觉得有点难。就是神族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钱是不够买活的，他就看正面这一波了，他已经把所有的人口全部转化成高质量的作战兵种，10个闪电。神族啊在这个时候有续兵能力，但是基本上就看这一波了。
11个风暴打9个大龙23个腐化，我觉得还是神族有优势。这闪电只要随便电出一两把，这腐化就打不过这波风暴了。还有几个，哎，这感染虫数量为什么没显示啊？嗯，他没感染吗？哦，他把人口省下来，出了一波飞龙，31条飞龙，两个飞蛇，要打抗龙有毁。哎呀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变数啊。神族其实现在，还有一波白球，但白球有可能会被绿雾误住，抗龙有毁啊，这个是很厉害，这个雾啊很厉害。虽然有10个白球啊，但一旦被雾住的话，就完全打不过虫族了。没想到这场比赛居然打了这么久。神族我们看到也是没什么气了，他转了一波凤凰，他是看到了这个飞龙吗？其实这个少量的凤凰在这个时候也没什么。哦，正面大龙是被摸掉了，与其说是被偷掉，不如说是小李故意送给他的，家里面应该还要出更多的飞龙。好，飞龙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，母舰核心在这边，母舰是可以回城的，万一不行可以回城。右上角神族又是偷了一片分矿，好，直接回城了。他应该是知道对手的飞龙已经出动了，这波是应该是有射程的凤凰啊。这个虽然我的数量不多，对吧？但是我有射程。哎呦，巨象那边被点惨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巨象这个时候也没用了，因为对手的没有宿主啊。好，哇，有这两把电，直接是把小李给电虚了。风暴在这边截一截，小李感觉还是打不过啊。关键这波飞龙被发现了，完全没有起到什么效果，就要看这个飞蛇怎么发挥。这个时候，除非是雾的特别的好。哎，我卡住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卡住了，场面一片混乱啊。目前来看是神族人口巨大优势，那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可以打赢，虫族也没有存款了，只要这波飞龙打得过啊，我感觉是肯定打得过。好，奇迹 MyuNgSiK 是获得了胜利。这波飞龙呢，虽然小李转的很有意思啊，但是他这个转型是什么呢？就没有这个转飞龙必须要建立在把神族